Special 见面会挑上下午，嘉宾雪芙自叹媚味，打输 Evan。温岚花美男帅样，竟然撞脸炎亚纶，自曝想去叙利亚出草恐怖分子。S.H.E 现身小王子动画电影 ，Selina 激发出性感声调，色诱老公。S.H.E 合体为动画电影《小王子》中文版配音，三人各有任务分配 ，Selina 替玫瑰配音 ，Ella 替狐狸发声，而 Hebe 则是大胆挑战核心人物小王子一角。三人今天也在记者会现场为各角色原因呈现。你是一朵花，代表很有想象力，对，站在我在小王子前，对，来喽。你一点都不贴心，完全没有考虑我的需要。在夜里，我要你把我放在玻璃罩里。我就是这个声音。对，所以他是比较，而且我配音的时候啊，导演因为他抓到了我的声音这个声线之后，他就跟我说，你晚上就这样回去跟阿丢讲。阿丢是在北条啊，他就这样叫我讲啊。那你回去真的有事着做吗？没有，那天有点累。Ella 你好，狐狸。对我来说。你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你来说，我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就这个样子。他想要让他这个角色有种很温暖的温智慧的感觉，所以你的声音一定要有一种厚度。那这个部分是我比较擅长的，因为我声音本来就比较偏低嘛。对，来到了小王子版本的 Hebe。好，那我讲那个小王子一开场的时候的第一句话是：帮我画一只羊。结束，干脆。他在里面碰到那个飞行员，他碰到飞行员，他请他帮他画一只羊。嗯，然后一开始我是帮我画一只羊，然后声音导演说不要羊，小孩子不会讲羊，他会是羊。哦，平的。帮我画一只羊。哦。了解。S.H.E 感谢配音导演的指导，激发出三人不同的声音表情，尤其是 Selina 自豪被激发出性感的音调。所以我的声音就是很低沉，然后要用气音，对 ，sexy 不是 sex 哦，你怎么满脑子都是 sex？ 我是 sexy， 对，但是他就是我其实平常很少用这种 key， 因为我都是很 high key 的。回去对老公试一下。就。没有，还没有。先对镜头好了，对镜头试一下。应该比较不累。哦，重点最近不是我累，而是他累啊。你教一下 Ella 就性感，然后回去对老公。是不是？他很性感啊。应该不需要我的姐妹教我吧？我刚刚只是就说是怕老公被他骗了，他声音这么有表情啊。是是吗？会不会在老公面前都是演戏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不，我们不需要用声音来沟通，我们用别种方式，好不好？S.H.E 尽管三人各自忙碌，单一合体总是带来很多欢乐，所以也特别让许多粉丝期待三人什么时候会再有新的音乐作品推出呢？现在都想我们啦，超想，就花都谢了，到底什么时候发行？真的，你知道我只要，因为我们三个有时候我自己出去，然后遇到可能就是歌迷，然后他就。不是那种整天追星的歌迷，但是他就会很兴奋。然后他看我要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对，演唱会，我就觉得很可爱，就是可是很开心啦。其实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前阵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合体拍了一个杂志的封面，然后呢，那个杂志的那个编辑就写了一段，他说他很开心他们的这个有一个世代是 S.H.E， 我觉得这是非常无比光荣的事情，我们可以成为某一代人的那个世代，所以我们都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所以也希望就是真的很爱我们的歌迷不要担心，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不会分开。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在一起，好吗？对手在台大体育馆举办贴身粉丝见面会，吸引3500位粉丝到场同欢，而百分百也独家跟拍全记录，一起看看他们在见面会开始前是在忙些什么。你们有没有谁上场前一定要做什么的怪癖？有啊，涂油。谁？谁涂油？是你吗？乙伦刚才。乙伦哪边？涂油这个东西是威廉最有经验的，真的吗？每次上台前一定要涂的，真的吗？对不对？啊，哦，你已经涂了吗？已经涂了，就是没有超油那种，亮的。等一下会更油，更油一点。听说你们
出包率还蛮高的，是不是？我已经在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就是正在放松当中。我跟你讲，通常卷发的人哦，都比较容易出包。对对对，你会紧张吗？你会紧张吗？上台？现就是在台下准备的时候会比较紧张，可是上台之后就嗨。所以他是就我通常都是嗨过头，然后突然忘记要走，要干嘛？对，就是。活在自己世界。Okay. 另外 ，Special 也特别练了韩国女团 ESID 的上下舞，不止在见面会之前就勤练舞蹈，更邀请女神郭雪芙一起合作。每个虽然是男生，可是跳起来都有女生的那种魅力的。魅味吗？魅味，对各种味。骚我们真的，真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输了。对。有没有觉得你的劲敌是哪一位？Evan 在那里 ，Evan 在那里。Evan 对，因为他其实我那一天彩排的时候他没有到，可是工作人员有给我看影片，然后看他的样子，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是自叹不如。见面会一共演唱了六首歌曲，并与粉丝进行贴身的游戏互动。一二三，来了。他们在干嘛？我们是有爱心的感觉，加油！加油！陈翔加油！粉丝加油！粉丝加油！我们拔河都不赢了，爱心爱心！陈翔了，我们吃东西一定要赢，形象好！加油加油加油！陈翔 Go！ 陈翔 Go！ 我要输红队领先，黄线黄队。而见面会的全记录也将在娱乐百分百播出哦。想看 Special 在练舞时洪正说了什么话，被韦静笑说要录下来一直看，还有经过激烈的 PK 后谁是 Special 当中的巅峰王，以及见面会玩游戏太卖力有人受伤了。精彩内容请锁定10月10日礼拜六的娱乐百分百。Landy 温岚暌违两年，日前终于发行新专辑《爱上自己》。这次温岚除了在音乐上有所突破之外，崭新的短发造型配上火辣身材，帅气又性感的模样更是成为热门话题。剪了短发后，帅气度真的一点也不输华美男。他自曝剪完短发后，马上就被高中女生搭讪。更有网友发现，短发的温岚竟然撞脸炎亚纶。我昨天才听到，哎，就是我第一次说，被说到跟男生很像，我觉得那我真的很成功。这一次的造型，真的要谢谢太阳。发片当天，唱片公司老板特别送上一张空白机票，要温岚自己填上任何想去的地方。没想到温岚竟语出惊人自爆，最想去的地方竟然是……我选择去现在最危险的那个，就是叙利亚，它不是有 ISS。你要去找 ISIS 啊？对啊，然后去除草。我如果说真的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去旁边，对，去跟他们叫嚣那种，说不要再打了这样之类的。温岚出道至今唱红许多歌曲，他的第一首歌《屋顶》更是每每 K 歌必唱的经典，这也让主持人黄子佼当场按耐不住，马上献歌上身重现经典啦。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继续啊！这一杯饮料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
今天很特别。对对，怎么会这样开场？那我们还是要有个开场吗？好啊。好，那让你来了。欢迎收看2015年10月7号星期三娱乐百分百。我是小鬼黄生，我是凯乐。Hello， 今天很有趣吧？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先让大家看到今天非常重要的新闻。对，重要的综合新闻。对，是不是很精彩？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啦。哦，好像还要跟那个威廉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今天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威廉，生日快乐。是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但是希望呢，你每天都像你给大家感觉的那样开心。没错，因为我真的很羡慕他，他一直会让人家觉得很正面、很开心的感觉。对，没错，对不对？祝你成为快乐冠军。怎样？干嘛？随时在打自己的书。我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今天有个帅哥要来哦，帅妹，欢迎特别来宾温岚，有请。帅气，谢谢。这一次呢，真的除了帅之外呢，性感是基本，没错，基本盘。用性感做底蕴，但是其实呢，用一个帅气的造型，就让大家颠覆以前以往的温岚。真的很短，这一次真的是跳脱之前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我跟唱片公司刚好我们的 reference 都不谋而合。而且他的头好小颗哦，脸好小哦，剪完短头发，哇塞，不是每个女生都可以这样剪。我没办法。对啊，我这边有个凹洞。你剪完就是个贡丸哎。真的。是不是？要天生条件很好才可以这样剪。对啊，太棒了！来再一次的宣传一下这一张专辑，给你讲一个名字就好了。因为你接下来要玩游戏，对，真的吗？对对对对。OK， 好，这张专辑专辑名称叫《爱上自己》，那朱大哥叫放闪。好，就这样，我们要玩游戏。放闪，既然你都已经讲到主题了，好的，呼应你的歌曲名称，我们要玩十秒照一下，放闪照一下，会有十秒倒数的拍照模式，然后你要跟我们那个 reference 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 GC 都在这里啊，到这边拍照。这是什么？放闪照一下的 reference。所以说我等一下一撕开之后呢，你要跟他拍的一模一样。坐在里面，然后面对。对。那我们的多媒体非常的有趣哦，你要站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对。OK， 好。我们后面这个大荧幕，大荧幕那个大的 monitor 呢，就是出现那个手机的画面。OK。好不好？好。来，我现在先让他看这个 reference 是什么，你要跟他拍的接近完美一样哦，你才可以有得到分数哦。3、2、1，轰轰！这不是阿宝吗？开始 ，Go， 加油加油！等一下，他有个衬衫，他有一个衬衫，哎，他衬衫没有衬衫啊，没有衬衫哎，他没有这件哦，眼镜啊，花跟眼镜而已啊，衬衫不要，就是你手上拿的那两个东西，然后我要提醒你哦，你屁股一直面对着观众哦，对不起对不起，赶快赶快，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吗？来，是这样吗？会长到吗？是这样吗？拍照，你要按吗？是这样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失败，失败，十秒已经过了啊，是十秒，这刚不是示范而已吗？然后你下来，下来，赶快，赶快，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刚是示范吗？好，刚刚那算失败哦。来，第二个，十秒以内哦，3、2、1 ，Go。蛇跟眼镜，蛇跟眼镜。对对对，这个。19、8，加油！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好厉害哦！一模一样，一样啊，好强哦！一样吗？太好了，太好了，方向都一样，而且还最后一秒，对，好厉害哦！咔嚓，对，刚好，刚刚好，成功成功。还有，有画面，你看后面，你看，哦，有，一种更像。好，来，接下来还有一张，好强，来喽，3、2、1，哎，啊，你们快看，撕破哎，这样，哎，是披风跟拳击手套，开始，10、9、8、7、6、5、4、3、2、1。成功！好厉害！我想说，
你说草莓吗？看一下后面。你好笨哦。你好笨哦。你好厉害，你都躲起来。哇，这反应也很快。所以说还有20秒，对不对？两张哦，成功，所以要喝完苦茶才可以拼船。哎呀，可惜啊！来，喝苦茶。这个蜜是干嘛？不知道。哦，这个蜜，万一蛋蛋浆呢？所以没关系，这个没事。来，有毛哎。哪有毛？没有了，这是泡泡了毛。烧不了，这个可以喝哦。可以，这是卖苦茶老板的毛。很苦的。再怎么苦，要很帅的喝完。哎，帅！哎呦！啊，你可以边喝，然后边宣传。是。好。好了，最后一口 OK 了，这样子。来。在11月29号在 Neon Studio 会有爱上温岚的派对，那还有呢，待会我也会快闪。在圣约翰学校快闪，然后夜店今天晚上还会在某一个信义区的夜店快闪，说如果大家经过那边呢，赶快去瞧一瞧哪里的声音最多，尖叫声最多，我就在那边放闪。而且还可以跟温岚一起参加 party 哦。是的，爱上温岚的派对在11月29号，希望大家一起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哦。谢谢温岚，谢谢。下段预告，等会100%实验室又要来喽，休息一下。实验室，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Korea Banana， 好棒哦！听说是在韩国民间呢很受欢迎，然后家庭都会自己做的这种小吃、小点心。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食材有饼皮、饼皮、香蕉 Banana， 还有这是蒜末的，不是，这是那种披萨的 cheese， 做披萨的 cheese， 还有巧克力酱，还有这个坚果 and cheese。对，另外一种要有准备2种 cheese。好，我们都要戴手套，是吧？要戴手套哦。今天要来 PK， 一个人只有3分钟要做完一个口。是啊，你看我全都拿出来了。哇，那不然大家都发一发。这是不会用哎，大家都搞什么鬼啊？你干嘛自己骂自己啊？先骂自己啊。别人就不会骂你。对啊。好主意耶。所以各位小朋友，只要做错事的时候，在妈妈面前先骂自己，就没事了。不要这样乱教他们。妈妈，我这次考试真的烂透了，我讨厌，不该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说：“好了，算了，不要这么自责，没事，再加油就好啦。”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侄女就是这样，她就是戏很多，她好像才2-3岁吧。有入围金钟吗？差一点。她每次做错事呢，她妈妈要处罚她之前，她就会先妈妈。打我，然后哭得好惨好惨，然后一直说会很痛，然后一直大哭。是双鱼座的，不知道。然后后来隔壁的邻居就报那个家暴专线，然后就有警察来他家。天哪，怎么会这样？哎，谁啊？个人赛，你是说凯乐先吗？我先。一人3分钟，好，你让我嘛，你先嘛。可不可以帮我把这打开？哦，你更笨，你低头。好难哦，它好紧密哦。来，你先，你带我的。好。紧密耶。很紧密耶，你不会沾一点口水哦？好，我准备好了。来，你先示范给我看。一人只有3分钟。你帮我用计时对。来，计时开始。好，那首先准备2个那个墨西哥饼皮，好紧张哦。然后这样戳动，然后你是杀人犯是？一点都不是啦，是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啦。好，然后这样戳动，戳完动，这样动不够多吗？然后戳完洞以后，再把这个cheese 啊，乱丢，太多了是不是？把那个cheese这样铺上去，然后再这样丢回来，然后再加cheese，巧克力酱，然后再加巧克力酱，好，2分半，加油 ，OK， 加油，涂中间一圈的巧克力酱，然后嘞，这样算中间吗？算了 ，OK， 这样可以吗？好，不香蕉，然后把香蕉铺上去。太多了，我喜欢吃香蕉啊！加油！你不要让我好不好？傻气死，黄的。两个都黄的，立功都。这个哈。然后铺气质片。
吗？七十片，七十片。可好紧张哦，因为他微波就要两分钟。快一点！哇！快一点，快一点。One, two, three, four。两分钟，两分钟，这样算两分吗？这样太多了吧？这太多了。是吗？这样可以啦，差不多了。哦。为什么只能三分钟做啊？因为我们就是要看挑战三分钟可不可以把它做完一道，平常大家都喜欢吃的食物。哦，就像阿基斯15分钟上菜一样的道理。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知道阿基斯的厉害了吧？好累哦，15分钟他做了好几道菜，三菜一汤的。不知道，好像蛮厉害的。好扯哦，三分钟怎么可能？好强哦！我们2分钟做一个饼皮都已经都来不及了。对啊。不愧是专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等他出来，然后试吃吗？还是等我做完一起试吃？先吃他的，先吃我的啦。好 ，OK。太冷了，就那风味会走掉。风味会走掉。走味的可丁要把那，对，草皮的咖喱，咖喱咖喱。怎么样呢？你刚刚好像已经帮我把我的饼皮搓好了，因为你刚刚搓得很大力，连后面那一片都搓穿了。OK， 我要先切自己的香蕉。因为我香蕉用太多了。还有这种事是不是？不好意思啦，跟你道歉啦。我香蕉很适合发出这个声音耶。你怎么那么会这个星星的声音？切。好无聊哦。几岁人还在这样？可爱啊。是吗？嗯。为什么切香蕉也要？9、7、6、5、4、3、2、1，按停了。好香哦！成功了。好香哦！成功啊！好恶哦！好恶哦！这样有成功吗？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像那个？怎么很像？不要说，不要说，不可以。好呕哦！好烫哦！为什么会烫啊？为什么？你好厉害哦！你是不是拿下面这边？对，我拿下面。我拿旁边啊。你好聪明哦！你怎么这么聪明呢？来，切披萨。这么专业的刀。哇塞！来。你好像真的只会吃哎，什么意思？然后要扶着，好了，哦，来试吃啊！我吃这一片，你都挑最漂亮的，跟女生一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吃这一片啊。好，你要它牵丝的那种感觉，像 pizza 一样 ，pizza， 哇！怎么那么饿？哎，这个热量很高哎。吃吃看，吃吃看。哇！哎，怎么样？蛮好吃的。真的假的啦？你是说真的？真的，蛮好吃的。可是它看起来很诡异耶。虽然它看起来很像痰，你还是说出来了。可是真的还蛮好吃的哎，真的，来试试看。才刚咬眼睛就变，真的很好吃，对不对？因为巧克力和香蕉本来就是绝配，嗯，然后它要加上那个披萨的起司，所以你吃到嘴巴里有那个起司浓浓的味道，而且还会牵丝。然后这个墨西哥饼皮加热以后变还要软好吃了。其实你知道吗？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好像是猫王三明治的做法哎。什么是猫王三明治？哪里可以买？你上网查，猫王三明治就是猫王他很喜欢做的一种吃法。他就是在家里面随便乱做，好像是香蕉、巧克力，确实有吗？我忘记，然后就放在三明治里，嗯，然后微波还是干嘛？就是猫王三明治。那为什么墨西哥饼皮要放两片啊？因为它才厚度才够啊，不然就破掉啦。哦，这是很简单的问题耶。
嗯啊，来换我了。可是这个不能吃太多。哎、欸，你哎，喂、欸、喂，喂喂啊，一个团体。李威加那个林佑威，喂喂。等一下哦，我饼皮放上去才开始哦。哎、欸，我刚刚就没有先夹中，为什么他可以先夹中？啊，一样，公平，一样，来喽，准备啊，计时一分钟，你只有一分钟，开始，三分钟开始，好 ，and then， 气势夹中间，不是那个气势，这个，对，这个气势。打开，要夹在中间。你完蛋了，你来不及了。来得及，好，不要怕。然后放上去。莫急莫慌莫害怕。然后放上去。这个要铺平，巧克力酱。来，来得及。圆圈，不要紧张。中间。你觉得来得及就来得及，你觉得来不及就来不及。跟人生一样是不是。对 ，C'est la vie。C'est la vie 啦。好。你知道下一步吗 ？Ellen，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剩下一分五十六秒。你看我是干净多，怎么那么漂亮 ？OK。嗯，跟我时间差不多。但是你看我是莫急莫慌，不害怕。我们是要怕什么？怕来不及，怕来不及。那你吃倒是还蛮不慌的，我真的是蛮优雅的。可是我真的觉得还蛮好吃的。我忘记加坚果了啦。我告诉你，我有可能就制胜的一集就是在那个坚果。有可能啊，因为坚果好像还会有另外一个酥酥脆脆的口感加分。酥脆脆就酥脆脆味道，酥酥脆脆的口感。一种肢体语言啊。肢体语言。呀。哎、欸，你知不知道？各位，给大家一点小尝试，微波的时候不要站在前面，因为那个微波会对人体不好。是啊。对，尤其是男生。真的。嗯。哎、欸。好危险啊！不要哦，千万不要哦，尤其是各位在哦，有没有以前我们去那个便利商店的时候，都早期我们是要自己微波的。对。现在是那个店员会帮你微波，对不对？嗯。放进微波炉关着，然后那些学生就在前面等聊天，这样不对，危险。那个微波里面的东西会对我们人体不好的。哎，我昨天微波那个鸡鸡鸡，我想要尝试的解冻，就它差点在微波炉里面爆炸，吓死我了。你一定放了什么？后来它那个包装不能放进铝箔纸那类的东西，有一点点。对，那个是千万不行。微波炉不是什么东西放进去，吭打开来就可以吃了。铝箔纸、铁什么的，鸡蛋整颗都不能放进去。还有可能就进去哦，你的人生就重来哦。重新投胎了。对。五、四、三、二、一，叮，自己叮。好，内力瞬间的美。哇，你的漂亮好多、哦！为何？那个切，你的真的看起来比较可爱耶。当然啦、啊，我小时候美劳很好哎。哦对哈。哎，我不是要这个反应哎。我要的是美劳跟 cooking 有什么关系？哦，美劳跟 cooking 有什么关系？对，好，来，这一片看起来很可爱。其实我也觉得，我看这个狗嘴有，哇，好烫哦。还是很烫吗？要用边边。各位观众，厉害的来喽！厉害的是简凯乐可以再吃第二片。也可以。我已经觉得很腻了。我不怕，好吃吗？加了坚果，好烫啊！你下巴有洞子，吃满地都是。加了坚果好好吃，加了坚果很好吃哎。哎，阿宝，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不好？很烫哦。很烫了，来。阿宝，你有喝酒对不对？为什么脸那么红啊？为什么？小鬼是你的菜啊？嗯，小鬼，他脸真好啊。那我亲一下。我这种不是这种。好好吃哦。怎么样？如何？加的坚果是不是差很多？嗯，所以每一个味道呢，在一道菜肴里面呢，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了。那个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一个甜食，三分钟，好不好？好，三分钟做一个甜点，可能你朋友来或什么的，不要再吃了，这个热量超高的。我吃最后一个，香蕉可以当代餐，你还用巧克力，然后这样子吃。薄哎，什么是涂很薄？巧克力蛋涂很薄啊，涂很薄。哦，好吃哦，巧克力配香蕉，嗯，不对，身体不太好。好好吃。好，接下来下一段预告，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帅哥的新闻哦，帅哥张小泉的新闻，休息一下。哎，这边有一只蛇哎，啊，这种蛇不一样哦，听说擦一擦就会有蛇娘娘跑出来，让我来试看看。蛇娘娘请出来。有画面了吗？哎，怎么没有？没有哎。怎么没有画面？坏掉了。哎，蛇娘娘出来了。出来了。蛇娘娘，你好啊！你好，你是在我这边还是这边？我在你的这边。这边吗？对。嗨，蛇娘娘，你好啊！你好高哦！你在哪？你好高哦！哎，不要这样子！我踩到你吗？蛇娘娘，不可以这样子，生气哦！蛇娘娘，你好高哎！我知道啊，怎么啦？为什么要叫我出来？无聊啊，想说看。对啊，看到这只蛇，听说传说中插了这只蛇，你就会出现，就想说，想要看看你本人。你有一个愿望，我可以帮你达成哦。真的吗？真的。哎，你在干嘛？我想要。不要，我也养啊。咕叽咕叽咕叽。我没有尿嘞，好痒啊！你怎么还在笑啊？好无聊。换你在前面好不好？好，我在前面。好玩哦。嗯。你脸好大哦！我可以帮你挖鼻孔吗？我可以帮你挖鼻孔哎。我要飞走了是不是？比较迟缓一点。你看，哎，哥，你看，晋级的巨人，晋级的巨人。有像吗？有。我们这段收视率会不会很低啊？算了，不要玩了。我好紧张啊！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可是观众想说什么啊？白痴！真的。好了，我们进新闻好了。现在新闻：黑人哥范杰当主厨志工。你还是你的料。没问题啊。黑人范当主厨志工，还有张钧甯代言卫生用品，还有张孝全代梁朝伟戴过的手表，侯佩岑甜美出席精品活动。我们看一下。看一下。黑人范范一起出席公益活动，担任主厨志工，教小朋友一起制作可爱的熊猫饭团，希望能替病痛家庭补充体力和元气。因为熊猫胖胖圆圆的，
然后胖胖的这样子，把它捏成这样子的形状。如果你贴下面一点的话，把嘴巴弄下面一点，就会变成熊猫，是这样。除了捏制象征双胞胎爱子菲菲想象形象的熊猫饭团，两人更认养病房，凡凡也亲手绘画熊猫插图在墙上。不过这个图案刚开始可是被黑人笑了很久，这是经过改良好几次。那一开始成品出来的时候，他只是单纯的就画自己心中的一个熊猫，但是感觉就智商偏低，而那个眼睛是很奇怪，因为我画圈圈是没有办法画很圆，所以我熊猫都是有点斗鸡眼，不然就是拖拉糖。有，后来他笑很惨。范范前几天在网络上贴出儿子闪翔的照片，被网友发现，酷酷的表情和韩国知名的三胞胎《大韩民国万岁》中的大韩很像。对此，黑人表示：哦，昨天我看到。那个韩国的那三兄弟，我知道。大韩民国，大韩民国万岁，好可爱他们。对啊，没有啦，谢谢啦，因为我们贝贝翔翔才8个月嘛，然后就很多朋友这么关注我们的那个脸书啊，然后就关心他们的动态，我觉得很感谢。不过儿子这么高人气，不晓得黑范会不会也有意愿挑战一下亲子实境节目呢？我已经推掉了。太小了，而且他们对，对啊，这太早了，对，还是等大一点再考虑。先不考虑。张钧甯以女神之姿现身卫生用品代言记者会，钧甯的美被网友票选是内外兼修的冠军，大家好奇她是怎么照顾自己的。其实我觉得要提醒女性的朋友们，平常真的不要吃冰冷的食物，因为他们真的会让你的在每一个月来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那我也有一个小 paper， 就是我会使用艾灸，在就是生理期来的时候，可以针对腹部的地方，或者是三阴叉一些女性的特殊穴道部分做一些艾灸，你就会比较温暖，然后会让它比较顺，或者是多吃一些姜跟红糖，都还蛮有帮助的。努力保养自己的钧甯，今年还不断的挑战自我，除了参加转身活动，还加入实境秀节目挑战野营生活。艰难的任务没有一项可以难得倒他的。我现在超强大，我可以在野外就是不用打火机，不用火柴，我可以打火，然后我可以帮大家做一个洗澡间，就是我可以用竹子把它用最惨用到那种很多杂草，我就可以把它们捆在一起，然后架一个棚起来让大家在里面洗澡，我们可以自己煮水，自己抓一些野生的生物当晚餐吃。我现在超强，就是女强人啊。女泰山，我觉得也因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想做，恋情稳定的钧甯完全把结婚这个话题抛诸脑后。这个倒是没有，都没有想到。对啊，因为你看我现在还那么贪心，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顶级手表专卖店开幕，邀请到张孝全站台，而他手上佩戴的新表来头不小，可是从金马影帝梁朝伟手上空运来台的幸运表哦。我觉得感觉非常特别啊，感觉交到我的手上，感觉我明年应该会入围，会得奖。今年没有入围，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可惜？其实不会，对。第52届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有两部片可以角逐的张孝全全部公布，但他不觉得可惜，反而为同台演出《青田街一号》的江孝淮以及《念念》的柯宇仁双双入围男配角感到开心。我有孝淮还没碰到，然后有碰到宇仁。对，就是我碰到宇伦，就是恭喜他，恭喜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喝酒了。对，金马没入围，张孝全一派坦然，也完全不影响心情，还让平常话不多的他竟然在访问过程中耍俏皮。所以有平常有收藏表的那种吗？没有。你真的蛮喜欢的。有他们的表，对，蛮喜欢的。不能笑。侯佩岑以一袭早春白色洋装甜美现身精品剪彩活动，产后更美的侯佩岑时尚活动邀约不断，虽然每每出现总会被问到亲子话题，但她也乐于分享，觉得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那个在家里你跟你孩子一起相处的时间，我觉得那是属于你们之间的回忆。那她现在因为慢慢长大，然后她从可能躺在床上啊，变成爬，然后变成现在学走路的过程，我都可以跟在他身边，我觉得我很珍惜这样子的机会。
当网红的侯佩岑自认购物欲降低，但对时尚美丽的事物仍保持关注，也没有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改变穿着风格，穿衣服还是维持原本的风格。我觉得当妈妈之后没有影响很多，只是会希望那个行动比较方便。我一向以来都会希望当你穿着流行的衣服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很自在，我觉得那样才会漂亮。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最近很流行什么一句话惹恼哪一部分？一句话惹恼惹恼导演，对，或一句话惹恼明星艺人，一句话惹恼男朋友。我刚刚去 Big Bang After Party。 Big Bang After Party 男朋友是神奇什么，你去都没跟我讲，我也要去，好酷哦！因为男生也喜欢他们。对，那一句话惹恼女朋友。转回来啊！你真的很好笑。一句话惹恼女朋友，这有差吗？这有。对啊，男生不是常常讲哦，这有差吗？还好，这不会。这还好，对不对？这还好。这有差吗？还好。比如说，你是不是跟那女生出去？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生出去？这还好吧。哦，这样用就会不舒服，对不对？这还好吧，这没怎样啊，这又没怎样，又没怎样，会生气。如果跟别的女生有关的话，对不对？然后又没有先说好或什么的，突然知道会生气。一句话惹恼导演，我又不知道，还是说这个可以不要拍吗？你哪有你敢这样讲？没有啊，因为我没有当过真正认真的演员，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认真的演员可以讲什么？一句话惹恼妈妈，啊，又吃这个。哦，真的，妈妈会生气。哦，因为妈妈准备已经很辛苦了。妈，你怎么煮这个哦？哇塞，发飙。发飙，一句话惹恼爸爸。妈妈，她跟那个出去谁出去？妈妈跟王妹妹好像在。公园不知道干嘛。王贝贝昨天又来我们家了。王贝贝昨天叫我先出去，不要跟妈妈说话，不要乱讲话，一句话惹恼钱凯乐。尿胖。重哎。重哎。重哎。好好好，进新闻。好。是啊，等一下就我的预告了。精彩预告。哇，今天结束了。现在就我的预告了。精彩预告。还是下一段。广告回来有你的精彩预告。一句话惹毛摄影师。惹毛摄影师哦，我不要。我不要。你看以后都只拍我们半个脸，因为把他们惹毛，何必呢？都卡半个脸。到时候他都如果惹毛他，他到时候就他在拍你的时候，他就没有拍你的毛了，全部头发这边。真的，或者都是挡住的，模糊的，没有胶，没有胶。不能，不要乱惹毛别人。一句话惹毛黄鸿升。一句话惹毛我。惹毛我还蛮好的，蛮好惹毛，蛮容易的，很好笑。好了，不要了，不要生气，你这样很好。明天是豆花妹的明星好妈吉，等一下看的 MV 是温岚的放闪，拜拜。